冲女朋友的，一定要就回家。什么话？我用管他，他管不了我的。挂了挂了。你看后面。你吓我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在加班吗？我刚下班。那你干嘛不接我电话？我刚打团，你看到。我给你买了点吃的，你吃完再打吧。我去旁边逛一会儿，逛打完再找我。谢谢啊。宝宝，我来了。干完啦？你逛完了？这有什么好逛的？他早走了。啊，你一直在这站着等我啊？好冷哦。走，我带你去逛哪逛吧。你别碰我，还没好。哎呀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跟你兄弟出来打游戏，你跟我说呀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，而且还挂我电话？跟你兄弟打游戏，我没事了，你跟我讲就好了呀。而且我又不是那种一直要管着你的女生，跟你朋友打游戏又没什么事了。我知道了，宝宝。你怎么刚刚在网吧不跟我说呀？那你兄弟的，我肯定要给你面子呀。宝宝，你真好。哼，我还饿着呢，饭也没吃呢。我带你去吃火锅。走。